请问这里是方圆律所吧？啊，所以今天这里是没人是吧？清洁工也是人啊。我们中国人讲究的就是缘分，我和关律师他们就是有缘分。我知道他很能干，但没想到这么能干。大家别急啊，一个一个来。姓范，所以你是方圆律所的最宝贵的财富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呀。那就把我那试用期给划掉呗。幸福。缘分就是一堆人里面，我一眼望过去，就是你了。你坚持你那些原则有什么用？坚持不下去就散伙。那以权谋私，那就腐败的典型表现。当律师的是要用法律为人民服务的，不能把法律做成生意。行，没问题。人不应该只是活下去，还要能活得明白，活出自我。幸福啊，祝你永远幸福。好。